心的改变呢？平安。想说嘛，我咱是做上好上帝，三个敬拜，咱心啊心身体，咱心都要进步。就是清明的寒气，海滩月明，生大海哥的热情，臭年的天气，死人搁活。善良人有福音，传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咱请到一声读一遍，请。就是清明的寒气，海滩月明，生大海哥的热情，臭年的天气，死人搁活。就是咱善良人有福音。吃饭，先去啊。
看起来。又来看看吴明熙吧。
上帝所听见的、所看见的，甲约翰讲，就是痴迷的、痴迷的看见，歹脚会行，开歌会清气，臭味人会听见。死的人搁活，善良人得着听福音。以上，下早起詹姆斯要甲咱分享的是《第一集》《奇妙的序》，咱好好来詹姆斯。来，阿弟平安，老师各方面有些啊，继续甲咱三讲来礼拜。啊，来看今仔日甲咱讲的这个标题，或者你们去，你们是多数哈、哦，去来我们岛。啊，这个你们去，这是看到今仔日的信用站啊，如果咱上头台语讲吼，那亲切。哦，台语可以，台语会蛮好个，台语腔，但是咱今日在遐内底，开始的时是听圣约翰，伊伫干物内底听主耶稣所听个，听主耶稣听啥？哪一个？听耶稣，听耶稣伊所做个医疗，就咱现在伫内底所听个。啊，伊听有，爱人个圣歌表兄弟啦吼，表兄弟姻亲。所以把他们干的代志人伊干哦，啊伊们呢，啊伊们的代志就是讲妙神伊连落家哦，也是了人落家哩，听伊家所所听的代志，哎，平常时也是伊个人，讲所得来的是你嘛，虽然是表兄弟哦，但是伊个生活伊个理解，想讲这个表兄弟。有甲伊想要有办法的所在，伊佫讲，也是我来问别人，因为伊迄个乱世时阵，大家拢希望有些做品牌，啊，伊已经是一个双面人、双面的人，而且伊双面的是伫个会员内底，是伫会员外口，所以叫做啥？叫做非主流派，哦，非主流派。啊！伊迄个年代，咱大家就是读书啦，你还是是对嘛？是没错。因为，你若主流派，你还是现在来这来听说的，啊，其他人会听说。啊，你外口可以听听说。哦，所以，伊就是正正大一个身体。咱卖讲啥，你家己来看，伊来台湾的宗教，是不是有足侪人讲都杀掉啊？就没有听到。哦，阿妈伊做一番偶像。啊！家以前流传的这个所谓其他方面吼，这就是一个帮助。放下伊的新闻，你看真正伫老的新闻内底，迄个帮助其他方面原因是真长的。真长的意思嘛？以前现在是叫帮助内底，爱吊那个波珠了。哦，那是伊啊，爱挂那个波珠，啊嘿。很高啊，人家讲我很高，但是哎，我做就我做得掉的，来我们哎，归归那个归钱，你看，凡事来归一天他打个六位的哦，哎，没有需要，都得用普通苗，没有，啊，做我做掉了，做做普通苗来点，那个才是那个温期的，所以千万千万应该是都可以用啊，一回就来出来了，不得安呢，不得是那里哦，所以干不了，那个信用。变数，后来对印度传教，什么用？动摇，也有中国，啊，咱看啊，最早最早到就是没有。归了中国，不搞信用，大小起码也多嘛。啊，当然，常常会。做事，那做霸气不广泛，积极性高，做高干部高，咱做到底，起码真正人信用高，回目啊，没有，包括真正做事，包括咧打官司。哦，我的四代啊，先阿官讲，有阿公的福报信用，你不是这样，这边有个福报信用。啊，不管做福报信用，你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来这里，接起来就接近。对啊，这里西藏、西藏、就叫完全转中国白毛转，哦，比如说轮回的颠号，轮回的转盘，啊，原来三拜的时候，引用这里。画面就有效的，要在你无爱好听，我说啊，但是
应该查过这个女生，一定讲是一个污点，但是大事不了，我这边哦，阿叻，阿公，我哪里就一台机查过去了，阿姐，你讲也一百对象，然后把他给，你那我阿妈我来给你。如果是先买，阿买个伊更买，对数阿咧，然后涨价涨价，阿在伊边方便咧，因为今日我就抢，抢到太少，变到我一平方要你，这就是应该信用，这是属实的，最少的信用，啊，真正都在靠的，这个不搞信用是迄个，形而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黑色也小成活掉来这，但是亚这样的境界。大家希望有番较细小，有油，那么百叶黄嘛有油落去。啊，伫迄时阵，也说要办收款呢，伊就是无咧，伊咧会等来底，大家来跟老师这些用迄款高马线的装备，所以高马线装备，迄中间你嘛来看出我以前只用电视啦吼。用迄个犯罪当的，你来开大只的电视，犯罪来听的，你来防骗，啊听的，比如讲公交啦吼，类似安尼，我也相信嘛，蛮知影。哦，所以伊家说，会当用即个打电工，有球啊走报销，这种交换条件的信用，咱才会蛮乖。不管你有冇朋友，就知影讲，杨先生还是真正很厉害。这个身体啊，哦，伊嘛担心一个人，名声的甚至，耶稣嘛是得到伊个名声，哦，是真大样个，要来耶稣的身份，所以名声的时阵，才知我啊，天有鬼，我的声，安尼大家讲，这是我所听的听。哎呀，伊迄时阵伊有改变，但是伊到伊当时伊卖惊惊，所以伊个听到伊这个标准伊所听的代志。这样生去问伊哦，问伊就问耶稣，讲你来就是你吗？也是我来问别人。耶稣话这个话，耶稣回讲：定就去，你们要去，你们去，就是今仔日在这里对吧？去什么？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把用来讲，伊在把这里话拿好，伊可以听懂吗？亚瑟要把伊个是犯人，这犯人落单，落单的时阵吼，你也知影，伊头先个人出来告信人，那伊个阵地你不落来时阵，无人敢去打下来这个汤，这种阵地犯，阵地犯什么意思？因为伊个遐阵地政教合一，阵地个宗教做伙，也是种信用。所以你若去插阵地，甲插宗教。观众啊，感官艺术都要离开。我想我杨先生还做三百台，伊讲做影视、奥运会，伊讲做秋季大奥办会，拢无呢，拢中国爱看台有啦，所以伊是重大的电影嘛。你看许多家说他错，我们不是，但杨先生讲，我们但你说起来你说话是大叫还错，一个女的在听啊。但是至少伊老先有听老师的话，对这个地方你坚定，坚定的摆出我是拄着二八有力量，啊，咱小朋友好比吼，也袂好衰。哦，你有知？这人若侪吼，代表小朋友唱些歌，讲来唱歌时间嘛无啦，因为少年不懂懂，飘飘，讲伊嘛要来，对，但是过年二八退休，伊要光辉。所以要把咱小朋友也要练习有时间讲，但是我今今仔日我以为要把这个礼拜所讲的呢，一万块要配合咱不少出起来，我后礼拜再来哦。啊，最后最后要再讲一件关心，因为老的代志已经过，新的在上的人你也较知的，所以伫公益活动到后礼拜中方面，一两礼拜的时阵，因为嘛有大家训练。但传新闻，而且咱会使看到耶稣在的时阵，叫伊讲：“你们要去哦，把你所看见的爱
爱公布家教内底，啊无收音机啦，啊无电脑，啊无电视，好看就行。今仔日到我内底使看收音机，听收音机，看电视，你听。你还听较乖，做乖乖牌，啊你就使做啊做迄个细个电视哦，啊把电视爱甲变，把电脑无电视使讲变，啊变就算了啦吼，啊实在是另外，外口代志你就使。像两千年前，亚瑟六还到在广告发生真会啊，唔知哦。不过人会传嘛，有教导来对，妈妈会发挥啦吼。所以才讲哦，这个要说的，一说教的，不敢看落来。刚才这刚起，不用伊先啊说语言的神力啊。哦，所以伊啊先讲亚瑟交代代志，听他教导不惊。因为本来要尊敬的，你刚刚在场的，我底下本来在听的吼，到时候在那里上平台收，化三心有事无？化三心，还搁一个姓叶叶秘书，你爸爸，我说叶文变文章的文，品质一个我是哪一个变？以前是小帅王，伊台中的人民会就是开会时，内底。主持迄、那个签书，迄、那个教官，啊，这拢到十几岁啦，伊判一个死刑。到下迄天，无死的，啊，搁坐伫遐死的死刑。啊，我请伊做一份总统伊来坐，因为我之前我讲，我只有一个三个死刑，甲一个死刑，二百多人只，连数也袂记在。伊讲，啊，那死刑到底，你嘛听无咧吼？做个副总统，你讲来这段历史，才知哦，化三四年过一个四年的，后来，都还有人来救，救着迄个一个四年，又分别为啥？是协助台湾的驻美，诶，美国驻台湾的大使，美国，讲较白就是咱台湾的暗盘的操盘的啦，用台湾关系法的破烂。哦，伊国公派吼，中国巴西公报、上海公报、军事公报来打他，我当然还要爱多点，这就是美国伊伫家己的国会内底所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的 relations act， 三十年前用安尼报过来到今仔日，所以咱的大阿哥是伊啦，你可以讲啊，不管如何，伊甲咱国咱国民呀，把人来拍，什么人啊，真正？国会无特咯，1996年，伊林徽因总统去选总统的时阵，朱镕基总理啊，不会把白白安干干干过，所以这次开国就比我好下场。哇哇，我好几张公羊棒，当朝大会拢到四秒一关 ，A 到五天过来，你不炸我，咻一下，系啊，伊阿咪把个人比我，咪你同意，朱镕基当个西城大侠光复健。大学生独立号，哎、欸，刚好没意思哦。你那创业不会叫大学生独立哦。这条是李敏之号，他来搞台湾大会，哇，应该李敏之前都创了，都那算嘛对。哦，因为都有这个特关系，但是嘛不管哪样，随便随便跑，比国内还硬些。咱别再随便跑，别再随便开广告共享，似乎也没有，但是这个是间谍啊。连阿扁也嘛来吞落去，做一届总统，总统领导，总统就任的草稿公开哦。美国在台协会 AIP 理事主席 Steven 杨书记来讲，化掉那个盖，盖他这个总统，他叫了基点做俄皇帝吼，这政治东西你嘛无法做，你政治阿扁来对，我们就是化解新型的是美国来对。不是大细管，大细个调哦，你知道无？啊，这个为啥？伊就是即摆伫个咱客户叫我到客户，你买这个为啥？上帝个调，因为伊阿哥上帝个调，伊生三四年到我度，伊未上到总统，做阿总统，什么爱点嘛话话，但是想无啦，伊家己嘛是伊个东西，叫破的，嘛无人个调，不然伊就甲状腺癌。所以在保外就医一保到现在还没有再进去哈、哦，懂了？你一定会做那种东西，只要你愿意做什么，隆重赦免
领域恢复，你现在证书吗？阿拉西照好多关系恢复，疫情怎么吹？所以接下来，对吗？对一列都是用来讲疫情可以完全解决哦。然后，第二时阵运动，亲戚朋友拢家己看看伊，万一尴尬的时阵，咱迄林大姐会上前关于咱这个学生带来一款，还是家己要做的，因为伊伫 KO。诶，迄个做管长，做法管长，我啥物偏咧？我偏偏吼，诶，我老师，伊拢唔听书，爱去台中甲警察甲庆典会收遐证据甲人手去换吼，拢总有些强调，因为我公务员，我是要受教育的委员员，不能听其他收你款的机，啊，收台不能输到台下等下台下咧，我公务员员遐有伊。对哦，国小的学生哦，所以伊拢照公文签，我来照建立规矩，照团规啊，下煞公文啊，所以变做我用咧馆长嘛，我情况嘛交伊，因为要维持咱体育的治安，要唔对哦，照规啊，而且咧卫生的所在，灯下真多，哦，我这种东西，伊讲哦，灯下人多哦，酒吧嘛多啊，所以不良校的蛮多。所以这是自卫队廖将军替下哨，行入门口，过手，廖在前，就往后到去防卫，去防卫迄个中义人，有来到军事处，我甲方文义的这单位，拢留在咱的班中。哦，你班中那条东路啊，中义人，所有的事情你拢讲啊清楚，哪个机会蛮好耍的，这样。属实的，迄个年代讲的，老人家知哦。哦，是啊，过四年，你无看即摆伊做咧哦。你迄个时阵，我会使把你地方给掌握，掌握来我就上班。叫我的时阵，哪个看单哦？好，这压力有够大。嗯，那是分开了吗？可以。好，你打开吗？迄压力大到无人是朋友啦，大家拢是关心人同款。所以来过，家己嘛来过别人，所以就是吼，长修长哦，欸那师傅专门去看这个大英博物馆，来下一张。这博物馆是什么？我忘了那个是什么。这电脑电脑大机哦，真我来一张一张哦，你还有个玉兰，玉兰掉来哦，哦这家，哦是我们家，你也叫玉兰，玉兰的学生每次一张比大的哦，掉来一张对了。玉兰。对对对，然后点下就是饮食给跑一张哦。好，下一张。哦，啊，接下来这是啥？大英博物馆百日，我来讲，我这样来讲，准备来讲。A 头的，看两天，看两天，英语，四天看一张电影，然后四天看先，然后看吧。请出全世界一百名大英博物馆来这里珍藏，专门来问来台湾，现在最后一张哦。一共就师傅280，张医师140。我来带上老人票哦，我再换一点啦，再换。高铁车换的，况且换的哦。啊，这来滴，说起来就是打这个创世纪的故事，大水的故事，用这款石板的片片。下一张，哦，你看看，啊，我希望我都不满意。哦，咱有老外的那些那个太平。啊！伊来实体内来内伊打内观吼，啊！甲这块都我无看到，刚刚在看到。啊！伊打内观大部分你看这啦吼，我你再讲迄个历史，来下一张。这木乃伊，大家阿妈炖汤，阿妈甲炒水解掉吼，下一张。啊！这就是旧陶器在做甲骨的啦，过去无咱下什么哦，用这块较用石头来切得啊，好下一张。这地吼，差不多180万年，甲200万年啊，变成就是直立人。咱人吼，啊，搁甲高山啊，敢做先，但是咱若无上帝，有信心从来就是，迄个年代智人吼，下一张。啊，这个就老先头加李牛，下一张。我当然将台湾变成西地啦，一万四千年的故事，这下又变过来。最牛大啊！
用地球造出来，所以咱台湾嘛，天公地人多，行来咱台湾。下一张，这就是工具，啊，这款工具就是拄仔迄200年前用迄个焊，焊到这就是变成标枪，哦，标枪。下一张，这是克洛维斯的老虎，一万三四千年前的物件，出土哦。下一张，亮出一个嘛，巴比伦宫，波斯。也就是说，以表象征巴比伦王太厉害了，所以你甲推翻巴比伦，还有六世祖传，六世间完了的时阵，我们要从这个信用吼、哦，下一张，哦，这就是迄个时阵的势力范围啦，吼、哦，下一张是哪个国家？意思是哪样？这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比亚说他当初是沙沙的死，廖人叫你罗马，亚说嘛沙沙的死。所以是拿来在做大地相对来一个，但是需要搁有一个，不是要做正面的就耶稣三三做哦。下一张，迄个伊的权柄，亚历山大的权柄哦。这是完全三百几年的故事哦。下一张，啊，这就是凯撒，凯撒皇帝是罗马皇帝哦。伊的这个雕刻，听讲很棒的哦。迄个刚才来看。都拿来那种彩黑黄色、黄色那种意思的哦，政治、林业所有。下一张，哦，这是奥古斯都，这是凯撒大帝。亚述我们讲那钱是爱哦，塞兰，你讲讲啊，钱个地方凯撒个地方凯撒，上面都有上面，你看有标，啊，那无这地方台，哦，那就是奥古斯都，凯撒大帝，都来嘞，好、哦，下一张，这。这就是耶稣伊出世的时阵，伫迄时阵写异教的歌剧，迄个人下一张。伊的歌剧《索福克洛斯》很少有人家听他的名字，但是你若来讲，就是告诉我讲，《伊迪帕斯 complex》，《伊迪帕斯》就是恋母情节，哦，那个男心理学上，这个故事真悲剧，就是你家老娘开始，还佫去娶老母的故事。这是伫罗马时代一个起源的作家，就是伊哦。下一张，啊，你看遐多个像，耶稣所做的内容，先天使来找耶稣，哦，了，耶稣甲阿弥陀先伫宇宙内底，了，三个博士来送黄金、珠宝、玉料，伊应该拢无咧缺的哦。下一张。在告诉是加洛林象牙的雕刻，这叫做朱敖六百年告诉哦。下一张，啊，这个是亚洲罗马兵出征的时候爱带水壶，啊，水壶内底秘密，加过话事，用了话事，你爱加，亚洲兵不水，加多水，是限水，你看卖亚洲的信用更加变化。下一张，亚洲的。标啊，哦，咱的那个天文台嘛，对啦，哦，下一张手啊，的哦，叫做希伯来星座星盘，下一张。啊，今天我无转过来，王毅，今天是迄、那个挑战九十五条是最厉害，嘿，我输。哦，伊用这支，当这个动作在看的时候，这支吼，这支真长，真长的枪，拍入去天主教的教会内底。啊，讲咱看圣经吼，先拄好地光吼，天顶的光比较远。意思讲，你读圣经家己读，甲上帝家己祈祷，唔免经过神父、教主、教宗。所以挑战，当遐读书，伊学生交家己要拍死，全部讲死啊死啊都灭，结果变观念，做甲拉丁文观念做电影，家己来咱南国。哦啊，九十五条赦罪券，咱还是不会。但不，不会讲阿哥朋友较大做，我买较大条的吼。啊，这个一百万的，啊，我五点四，哦，将来会用电话。我提个数据先，来听先讲。你看，我二十年我有电话啦吼，啊，我有较少做，就较五十块咧，啊，五百块安尼，迄袂使啦。哦，所以马丁路德，伊就是这样讲，把咱分析起所有的这些理性概念，哦，来感谢伊。下一张。啊，这是不要航海啊！
细里开始卖成如果不航海的话，哦，有各种把钓鱼船的电脑，你船安怎安怎行，迄个时间拢袂走去，所以走路看角度、纬度，哦，下一张。这个小学小列点点五中，下一张。哦，这个是世界地图，哎，你来这样点哦，下一张。哦，大力全然啊，关掉，把那个哦，那个随身碟可以收起来。啊，我公司有人来讲，我也最好也爱先摆出来干嘛？嗯，卖过，一点卖过，无跟广东菜都一块到他大力地图。哦，其他人讲，这不得了，但是没有来回应，回应那个年代，咱说杜绝嘛，回应那个年代，亚森没有在说说杜绝，杜绝。伊唔捌个代志嘛，甲学生讲，学生嘛，老老去教大家传话，好大。你要去哦，去创啥？去危险所在，去艰难所在，免惊。迄个时阵，你在收起上，若无讲有人替你传话，伊嘛做车呀，吼，去分配了，分配了，我再做着好老师，再好讲话来讲，你这样个辛苦，因为你下个部门就了。所以公务员话咧，就违法，为了放散做散心人，甲看讲违反秩序法，因为6000、6300哦，你这违反那个时候的善良公器啊，判几年能够为，他一定判几年能够为，当庭释放，哦，当庭释放，所以你说有老家人咧，哇，你们就 surprise， 啊，你看亚洲那边的地方还恐怖，连差都唔差，亚洲死人就像阿先生啦。人讲走哪里破坏，这样当年啊，拢是遐个蛮厉害。唔是遐个学生啊，迄个真正老师我知微信个话吼。所以我来讲，就是你用目睭青看会到，歹看会听，爱歌会清鼻，臭人会听见，死人会讲话，爽朋友人会讲啥好听。伊后壁有伊赛拉的预言就无讲，拍歌拍歌打袂落声。要来做哦，伊无讲，原来我听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拨啦，所以说要做地位啊。所以迄个时阵，官方一人要做披露，披露就是凯撒皇帝给他的修王哦，伊就正条牌，有法度叫看伊个人后穿迄个兄弟仔个个照片，西罗尼跳舞真好，啊，你爱啥我敢看哩。连国家一方我嘛要你，不怕上天找你啊！你阿妈妈的话，因为这个妈妈是叫亚瑟的王干妹，你是一个淫妇，所以这个淫妇啊，哦，去搞个新婚，还是要来找天哦，你上方面搞个地亚瑟的王人头，阿公真正，公正从我第一头来，哦，你今仔日话这是大恶不赦，但你愿意来，这个黑龙王。伊龙是细细龙名嘞，唔是迄凯撒嘞，凯撒过来那是大皇帝嘞，伊也才做成坏蛋。所以到他迄个时阵，都甲因用车用的来讲，这个就是惊死的约翰，伊是对世人用，故话所以有这个关联对伊显出。亚瑟王讲真话的观念，无啦，再就是伊是这个小弟亚瑟的。啊，伫十章甲十二章边啊无读到部分，亚瑟虽然去家里，而且要么是去这样去家里，要么用安排好排来哦，排来叫亚瑟来修伊的尸体一百种，都去给亚瑟讲，都去给亚瑟讲，你看没有？这中间有千年的话。我早有一下子拢足惊，唔敢唔知影，嘛唔敢有亲戚朋友知影伊弟弟，咱这个伫个较红，我说红边那边了，红边吼，那边的番薯产，主要地方，番薯来产，无人敢去的所在，哎，咱要去成龙，可以让他们家最优势，所以咱所看的世间拢是安尼，主公在那边咧在做牌，正边个独山。拢总经过这些，你拢卖个成功好。但是咱来吼，咱来照圣经所在，你就是虽然耶稣也是不能话真惊，会正义的，
在这边中央是开头的，就这世人要学习的，这款代志，嘛是你拢无爱学的真无，你唔爱行出去，然后因传教的点，啥个来指导？今日呗，我感谢你，所以我们这样，我一定的啊，人七情六欲是我真歹来做出来，所以不教。你用这款苦的，你来苦的，但是从爷伊都搞信用来的，也从你无法来是，我爱照我的工作来做，我知我是罪人，我只要先认这个罪，主啊，你就要赦免我，因为你两千年前已经替我死，所以我今仔日要照你的大事，你就行，我就行出去，求主，我有这个聪明智慧。就是我这里去的，感恩小主，啊，你祈祷都过足性命，阿门。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主人，这节咱三个来吟圣诗三十一首，预备听咱世间正人，才咱起立。啊，上帝嘛是切根一个书经的学生。在家在，拜托上帝派遣的这个卡梅拉妹嘛，出现。啊，是圣诗三十一首，预备听咱世间正人，心事独生圣子，拯救赎回，显明正堂，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医治，下我一切不为主，天父上帝是疼。Yeah.
是听的我也得一听下面最最我最多一杯酒的心跳恰姐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万全人慈悲，十分天然的悲伤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个小事一个青菜汁，因找阮正大家来到着微微的凉风，伫晴的下面来到伫台中这个城市的公园的内面。我搁一边微微伫你的面前拜日，我的礼拜，拜日我的阿乐伫你的面前，我嘛要拜日祈祷甲恳求，感谢别上帝。过去的日有你的慈恩来帮助我，因全我行过坎坷头前的路障。犹久，你有将你的独生子，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伊的拯救，伊的救赎，赏赐予我。正人阮实在是感谢阿乐在你的面前，不过我也要为着阮徛起台湾这块土地顶头有一些艰难，特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员是真正缺少，也真正欠缺，这是甲阮真需要来进口一些一家的人员的资源，确实也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中间，无论是进口的这些加速器还是这些石油，还够无通欠用，恳求父上帝你施恩怜悯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我们。我也听见昨我们台湾有一个所在来发起反对核能的这个资源的运作，因为我知人类来用这个核能来产生后面一个破坏环境威胁一个徛居所在的安全，实在是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伤害。亲爱的上帝，我生活徛起伫这个世代，也阁有一些的愚妄，也未向人啊来设法甲处理。特别是这种不良的发展，对阮来讲是真正惊吓。虽然阮的人用淡薄的电，但是会造成后代甲后壁在废料的处理，实在是无迄个能力。同阿来排毒，确实阮受到这种经济诱惑，一直尸体未去，这种的需要，恳求父上帝你帮助阮，阮有阮大眼光，阮嘛会向同阿疼惜阮的后代的日子，嘛疼惜阮徛起台湾的环境。实在是扛不起这种的威胁，我也惊吓要过来的日子有这种的悲惨通发生在我的所在，恳求父上帝你施怜悯在我的中间，引导我，我更加会晓明白怎样要会晓顺从你的心思，我会晓通认捌你，依靠你，跟随着你的引导，更加要紧通改变阮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改变阮的意志，阮会通认捌你，阮通对你领受你对天来赏赐的祝福，因为你知我的欠用，你的确嘛要赏赐补偿阮的需要。亲爱的上帝，万恳求你引导阮这个城市，阮这个城市是一个有盼望，阮的城市是你所欢喜。我徛起台湾这个国度是你所舒服的所在，我来要特别为着徛起在这个地面上
济济无同款族群的居民，伫只三角共同的生活的日子。恳求你对天理修持你的真理，我嘛迫切仰望你的公义临在。让阮住伫这个地面上的人，会当拭去过去忧伤的目屎，对你领受安慰的手伫阮的心内，引导阮头前要行的路，有你的稳定，有你的指引通引带。真阿爸上帝，阮为着台湾这个国家的头前，拜咧恳求祈祷，恳求你拨开阮头前的大界，让阮要搁行的路是你所修饰平顺的日子。我也要特别为着今日报，会通伫台中公园遮个姐姐的好朋友，互因有这个机会通听见耶稣基督伊的救赎甲拯救，真侪因一世人要紧尽捌主耶稣基督的大好的机会。我通过伫这个所在来吟诗、来祈祷、来娱乐，也要通过一只听你的路播，一只投放要紧得救的信息，能改变我每一个人的生命，让阮对你领受你大好的稳定在阮的中间。我们将下晡一礼拜恭敬摆在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对天降落圣神运行临在伫阮的中间。我们将这个摆在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啊，这个是要来读一位的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四章，要对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要用台语来读。耶稣向伊讲：“饮这个水的，拢未过嘴干。独独既然饮我所要予伊的水的，永远未嘴干，因为我所予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沁起来到永远活。”有人人对伊讲：“主啊，用这个水予我，予我未嘴干，也免来吃唔呛。”耶稣甲伊讲：“去叫你的丈夫接过来。”有人人应伊讲：“我无丈夫。”耶稣甲伊讲：“你讲无丈夫是对，因为你捌有五个丈夫，但所有的毋是你的丈夫，你的话真正对。”有人人甲伊讲：“主啊，我看你是先知，愿做不伫这个山敬拜，那是你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愿做不伫这个山敬拜，那是你讲敬拜的所在，应该伫耶路撒冷。恁敬拜恁所唔知的，愿敬拜愿所知的，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那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父，因为父是爱七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有的人甲伊讲：“我知，弥赛亚得要到，伊若到，要用一切的事甲阮讲。”以上圣经的话，啊，这个是咱要来讲信息。今日播啊，真好的机会，特别啊，邀请到主持人团队在咱的中间啊，以信息的题目是来看耶稣宣告，将下面的时间来给啊主持人团队。我有一个兄弟跟我说，你要代表来啊，代表来跟我看，真的是无聊的所在。过年的时阵啊，较热闹点，所以吼，一个月拢袂当顶头。
谢主啦，咱三个来祈祷。亲爱阿爸父上帝，感谢你的疼，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分来成做你的子女。我们在这里三个组织，在这里来用诗歌、来娱乐你。主，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主啊，让我们的同在主你的疼，在这个台湾你疼我们每一个人跟亲像你自己的孩子同样。主，我也感谢你，我也将今天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安慰我，愿你引导我，愿你也带领我，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们。我想要来问咱吼，咱敢知影讲教会的存在是为着啥货？教会的存在，有诶先啊，刚刚嘛咧讲啊，讲教会若无宣告，就无叫做教会。哦，刚才讲咱阁有别个名啦，哦，有遐有诶组织啊，也是讲社团，但是呢。绝对不是教会，哦，因为教会若无所来宣告的话，所存在意义嘛无实在的意义啦。所以什么会叫做教会？就是吼，一群人愿意顺探上帝旨意，和上帝甲咱呼召出来，来甲伊同工来完成伊要交托的使命。所以咱教会有咱存在的目的。有咱存在的意义，嘛，搁咱存在的价值，吼、哦，迄就是咱爱去宣告。什么会叫做宣告？把好的物件分给人嘛，比如讲，咱若好的物件，是毋是讲爱把物件好的物件分给人去吃？啊，是讲把咱无爱的物件去给人去吃？哦，已经无同款嘛，吼、哦，宣告的意义毋是安尼。所以讲吼，圣经嘛，人甲咱讲。有很多人也是在教会里面，他也是尽心尽心尽心尽意在听我们的主，也跟我们的主同工。但是圣经也说，也有一群人他每天也是在那里出出入入在教会，但是耶稣跟他们说，你没听我，因为呢你只有嘴在听我而已。所以在教会里面，是因为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您所说的您所做的以及把恁所信的、恁所行的拢无同款。啊，这个人啊，一个人啊，伊所讲的、甲伊所行的、伊甲信的、伊所做的也无同款，咱会成做什么款的人？这影响一个人的人格真大哦，啊嘛影响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啊，嘛是真大。所以这个影响力是足大的。哦，常常你若看讲一个人。伊每一天，伊拢爱戴这个面罩，戴一个面罩，啊，另外一天，佮爱摕一个面罩来戴。的时阵，你也知影讲，这种人，那予伊有这个时间的话，就是咱所讲的迄种边缘性人格嘛，吼、哦，这嘛是一种啊无健康的一种人格。所以耶稣甲咱教导伊的门徒安尼讲，咱若是拄着代志。咱若是对的，咱就讲对；咱若讲唔对的，咱就讲唔对，吼、哦。但是吼、哦，咱爱注意哦，不是讲啊，咱若讲对啊，就死讲就是对啊，敢讲，吼、哦，不是安尼，伊是讲咱讲话的时阵，不要置人于死地啦。你嘛讲话讲到好，我做起都做得重的吼、哦。你看，因为吼、哦、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思想拢无同款。所以伊咧接受人咧讲话的时阵，也是伊的感觉有时啊会无同款。咱想要报纸嘛，我咧讲话啊，两个翁仔某咧烧冤啊，吼、哦、啊无哩呢，这个先生就讲较重的话，讲你哪个安尼哦，你去死死的刷刷的，吼、哦、啊无就是太太跟先生讲，啊你若遐无才调吼，啊无你就去死死的刷刷，结果。真正有人会接受安尼的讲话哦，啊，伊就去自杀了哦，有哦，报纸嘛常常甲咱讲吼，所以讲有时阵，所以圣经就来甲咱讲，咱若咧讲话，尽量讲迄会当造就人的，会当安慰人的，会当宽勉人的，会当鼓励人的，吼、哦，会幸福的话语啦，吼、哦，
甚至呢，咱行书做人呢，拢爱定定长存吼、哦、无愧无畏的心呐、啊，就是讲蛮起价，咱讲的话真的就是真的吼。哦安尼的话，咱就对得起自己啦，咱就较袂，咱的身体、咱的心灵拢会健康，就较袂去破病啦，吼、哦。所以耶稣伊的降生吼，实在真正是为着咱宣告来的，伊嘛是为着宣告的使命啊。因为上帝甲咱讲啊，你爱去吼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将我所教导恁的、所教示恁的，恁来教。来传予遮个人，吼、哦，所以讲这个教会的宣告对教会的发展是真重要的代志。耶稣伊嘛为着听来生，吼、哦，为着咱来生，阿嘛为着咱来死，甚至呢，伊的听嘛，予伊死的是伊个病。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有安尼讲。所以咱咧讲，耶稣道听肉体呢，要甲人同在，就是用这个听，吼、哦。上大的显现啊！所以耶稣来讲，我来是遵行父的旨意，我所讲的、所做的，拢是照着父甲我交托的代志。无人看过父，但是呢，主耶稣会当将天父上帝的心意完完全全甲伊表达出来。吼、哦，所以教会存在绝对爱宣告，在教会存教会本质。嘛是爱宣告，所以教会要安怎做呢？所以咱来讲，咱来探讨就是，咱教会要安怎做，才达到咱宣告的目的。当然，咱的宣告目的可能最后最终的目的，咱是讲啊，要带人来信，来予伊的灵魂体拢会当得救，来信耶稣。但是还未拍到这种的这个地步的以前呢，吼、哦，咱上爱处理就是爱去甲因关怀。好、哦，咱来看打出去的第一点，就是咱爱先用关怀来关怀。好、哦，第一点呢，就是讲咱爱有迄个调整、应变、甲改变的心啦、啊。好、哦，这个是一种的策略咯，到方法咯。无论企业、组织也是同款哦。因的脚步，因若要甲这个世界咧改变的时阵吼，同来调整的时阵吼。因的存在拢有都有存有危机啦，哦，因为社会一直在改变，时代就快速的变化，瞬息万变，哦，刚才讲最近实际很烦恼的事情啦，今仔日若无靠着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的时阵，所有的物件是真正歹调查出来，但是以咱即卖科技来讲，足济资料透过这个现代化的科技。一条命就调查出来，你做什么代志，哦，清清楚楚拢把你 list 出来，哦，这不是讲咱咧讲持续，就是讲科技它有这个功能，什么物件拢咧改变，足紧的，足紧的改变，嘛无人互咱会当想象，想着讲啊，想象着咱世界咧改变，哪会遐尼紧？咱教会同款，伫这个时阵，嘛是咱存在的这个关键的时阵，哦，最近嘛有几啊久。困难的影片啊，伊拢咧表达一种一个代志。地球有一天，伊拢会结束的时阵，圣经咱圣经嘛安尼讲，启示录嘛甲咱讲，有一天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永不改变。哦，所以有一天，这个地球拢会结束。啊，将来呢，人可能会移民到别的星球去哦。哈、哦，刚才讲咱来讲。很难想象呢，怎么可能呢？我们会移到别的星球，因为这个星球根本不适合我们人居住，哈、哦。但是咱来个想哦，当科技还无发达的时阵哦，咱知影讲现代化，造成咱的生活这么大的影响哦。咱来想，短短的一世界而已，咱来想讲对台湾、对马街的时阵的医术。迄阵呢，啊，搁咧爬出去的时阵哦，吼、哦，但是呢，咱到即卖现代化，咱来想，即卖医学科技的演变，这么快速哦，吼、哦，对过去，咱干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咱即卖呢，24小时的商店，拢四个拢有啊，吼、哦，所以咱看讲，
以科技的发明，对咱的生活的便利性啊，吼、哦，让咱真的是无远佛界啦，吼、哦，让咱无论外乎外观、外界，咱拢无迄个距离啊。当透过这个光电跟电脑的结合，哈，全世界都在你的脚下，全世界都在你的眼前呐、啊。咱来看嘞，露西迄个电影里的是甲咱讲，迄光电跟电脑的结合着，所以全世界一点点几秒钟，个咻，拢伫伊个头前过去啊。好，所以讲，这个便利，这个科技的发明，哈，带予咱人类是真方便啊。但是呢，我刚刚讲吼，我细汉的时候，咱来讲个自来水，咱来怎样自来水的发明。好，咱人避开了那个大脖子的疾病，那个甲状腺，对不对？哈、哦，张医师，那刚是甲状腺，好、哦、肿大。阿哥呢？电力，用纯粹是用煤灯或者是油灯在点，对不对？哈、哦，阿哥呢？阿叔呢？代替了煤炭，用纯呢？阿咪煮一块饭呢？我看讲，我呢，姐姐啊，透早起来。我先生的这阵泡菜起来，因都爱去，伊都爱去行迄个茶，吼、哦、煤炭，啊，好来煮早餐，好规家的人拢食，对不对？啊，迄阵的时阵啊，哦，咧烧迄个足歹烧起来，要烧起来实在是足困难的，所以有时阵啊，你烧袂起来，啊，规大厅的人拢要食饭的时阵吼，迄囡仔拢会哭啊，讲为啥物咱个烧起来煤炭拢烧袂起来？好、哦，所以的不便利性，啊，过来呢，浴室、厕所，咱即卖厕所、马桶，那你先进。我记我细汉的时阵啊，哪边去厕所吼、哦，是我上惊的代志。我是足心惊胆跳，我拢惊讲吼，我若无小心吼，我拢要甲漏漏入去哦，要安怎？真正是我印象很深刻啊。但是你看即卖呢，咱即卖现代化、科技化、电脑化。让咱的生活无办法来离开家的物件哦，吼、哦！无论咱的工作也好，咱的休困也好，咱拢大来挖靠家的物件咧挖。像规古尼啊，迄、那个捷运事件呐、啊，吼、哦，迄、那个伤亡这么惨重，咱也知影讲吼，迄个囡仔，郑捷哦，嘿，郑捷嘛，对不对？啊，发生为啥会遐尼惨伤亡那么惨重？电视讲讲，恁拢在耍手机啊，对不对？拢在遐咧手机咧歪插人啊，干那头低低的就哎呀。但是咱啊看，比如讲吼，有一个最近的电影嘛，叫做《模仿游戏》，迄个大发明大师叫做兰陵艾伦，吼、哦，伊的发明吼，伫第二次大战的时阵，大战的时候，伊就发明一个。解那个德国的密码，你解出了德国的密码，拯救了迄个盟军加迄个世界哈、哦，1300万人的性命，每一战争的死亡啊，哦，所以但是呢，对伊的想法内底呢，伊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机器会讲话，机器会发出言语。但是呢，迄阵的人拢无人会相信，讲不可能啊！一个机器是死的物件啊，哪会发出言语，搁会甲讲话？可是你即马来看，咱的机器、啊、是不是会说话？我们的电脑会不会说话？我们的罗马会不会说话？都会。但是对迄阵的人，无可能来相信。所以呢，甚至一大堆的发明家嘛是同款啊，科学家同款啊，因认为讲这个兰陵艾伦哦。这个头脑是有问题，吼、哦，所以呢，一直在甲伤害，一直甲攻击，甚至甲伊拍。但是呢，这个兰陵艾伦干那一个想法讲，我相信这个机器一定会讲话，所以伊要甲伊解决迄个德军的密码，来拯救这个整个的世界，吼、哦。所以，但是呢，伊安尼坚持落去的时阵，咱就发。伊会当得到伊的同伴，伊的当时阵有几个同伴咧研究。打开始的时阵，即个同伴拢无认同哦，拢讲伊头脑无问题啊，伊现在讲话无可能嘛，吼、哦。
但是呢，后来发现讲，因发现讲，哦，这男人哦，有这个头脑哦，有可能哦，所以应该支持，可以最后也到发明出来，迄、那个解决迄个德国的秘密，来拯救遐个遐尼济的人。所以咱这个世界的浩瀚跟广大哈，的确哈，无人会当彻透，谁能彻透呢？干那亚合花会当彻透，哦。目前呢，咱的发明嘛是赶快，干那哈几千亿万之一啊，几千万分之一啊，无可能哈。对宇宙来讲哈，干那一点点点点，而探知一点点而已。所以咧，佮讲吼，这个宇宙上帝咧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真正是足奇妙的啦。咱来讲下一个世代会发生什么，还是讲下一刻我们会发生什么，真正拢唔是咱会当了解的。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想袂到的，讲世界咧变来这样紧啊，哦。但是耶稣有甲咱讲，将来要安怎变化？将来要安怎改变，连伊嘛唔知影啊。但是有一件代志，你来听，你来听从天父的旨意就好啊。因为啥物物件拢会改变，但系上帝的话语袂当改变。因为上帝的话语哪个改变，那不是朝三暮四，大家拢无同款嘛。所以伊的话语，哦，安定在天，也立定在地啊，哦。所以当加做咱人类生活的准则，哦，所以咱即马讲，无论讲直接现在社会来讲，调整也好，应变也好，改变也好，拢是对咱真有帮助的，甚至对咱教会的宣告嘛是真重要的代志。第二点就是咧讲，咱宣告的策略甲方法要因人而异啊，因为人无同款。咱用的方法就无同款，咱用的策略嘛无同款哦。吼、哦，以前啊，我伫咧想迄个马街吼，咱咧讲的教牧临床光顾训练，吼、哦，所以所讲的简单的从 CPE 啊，迄种训练的时阵，所有受训的学员啊，拢爱到病房去实习啊，吼、哦。啊，你阿未上课以前的时阵呢，所有受训学员啊去病房咧实习的时阵哦，伊拢凭着拢。靠着因家己的知识啦、学识啦，吼、哦，啊，就家己讲，伊爱讲伊家己的经验啦，啊，做安怎做啊？啊，发表了，伊得了，啊，起来，啊，屁股拍拍的，啊，就行，就走啊，拢无受着讲，而且系受关怀者，是毋是？是有得到真正的关怀啊？无，吼、哦，咱若想讲，遮个关怀者，啊，遮个发病的人，伊来到医生要接受这个治疗。啊！咧，因的身体就一定足艰苦的，都是安尼。人你来，都讲到一挂代志了，都讲啪啪啪啪，啊，就是。所以是他们的精神上又再一次的受到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哦。所以讲，哪知道咱来挂起来角度来讲，我们是个生病的人，咱会安怎想？咱伫迄个角度的时阵，咱会安尼想。当然，咱会讲啊，关怀利益本来是好的。我要关怀你，我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咱是不是用对方法，还是用对策略？哦，所以讲，老师后来在咧讲，恁探访病人哈，上重要的哈。上重要的就是讲哈，你爱讲。病人的艰苦，要安怎把它引发出来？不是讲咱讲咱家己，不是将咱家己的经验加注在他们身上，爱让因会当讲出来，啊，让因的经验甲耶稣基督的话名结连。哦，这是许，所以讲，这个根据这个调查的显示有讲哦，上好的辅导员呐、啊，上好的关怀者，就是倾听者。甲引导者，吼、哦，这是有根据的。你若会当听这个人的声音，啊，甲伊的艰苦，互伊讲出来，互伊甲耶稣基督会当结连，吼、哦，这是上好的辅导员。第三就是讲宣告爱行销，
啊，咱的行销唔是讲想要刺激迄种行销啦，安尼哦，去安尼啊，用迄照片啊啥，唔是啊，咱唔是讲刺激好，就讲咱无唔是用这种方法，咱是要用哈，咱对人有真正用心，甲想要咱的企业组织，也是讲咱的迄个生意人相关，伊上看重的是啥啦？顾客嘛，因为顾客是伊的消费中心啊，所以这个企业的老板啊，因的 boss 啊，因拢会对这个顾客特别的用心啊。虽然讲咱教会是一个 NPO， 不是非营利组织，但是呢，咱对服务的对象不是因为金钱，不是因为利益，但是咱是出对对耶稣基督的听下来嘛。虽然安尼哦，咱忙小看咱哦，小哦，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哦。所以改变呢，小呢，咱会改变咱家己，咱身心灵拢会得到健康，吼、哦。所以这种的迄个行销，就甲一般人用的行销无同款。有时阵呢，我行伫街路的时阵啊，我若经过一挂餐厅，特别呢，咱若看伫个风景区，也是讲伫个咧。商业区，哈、哦，咱就看迄餐厅的人吼，拢做温吞的，伊拢会主动出来，热情甲你招待啊，啊，人客人客，进来坐，进来坐，啊，无就讲欢迎光临，对不对？好、哦，所以讲，但是呢，有诶呢，伊会特别出奇招，伊会甲你介绍讲，哦，阮餐厅有倒一个倒一个招牌菜，互你都想诶，想要甲伊食一个，好、哦，所以呢，你来看哦，有一摆呢，我甲人嘟嘟啊，念念哦。嘟嘟啊，行，要对伊个餐厅过尔，还袂过哦，干那哩打你去遐尔，啊，伊就看到啊，哼哼，伊就甲你招呼啊，吼、哦，我咧咧想讲，哦，你哪会遮厉害啊？啊，你有监视器啊，是讲有迄个侦测器啊，知影讲人客要经过安尼，啊，就走出来甲你真热情个招呼。但是呢，咱若看有一挂商家呢，伊就安尼。拢是安尼守株待兔啦，有人入来就入来，如果人入来，咱就等待两点吼。啊，当然，安尼客人就会相对的减少嘛。好、哦，这本来就是安尼。但是咱来看，为什么会因为造出来？因为吼，因为抢商机，对不对？所以因为思维是甲别人无同款的，因为迄个脱离主体性啊，主体性啊，伊袂抓伊做中心啊，我做老板。我伫内底坐就好，人客要食饭的，人客入来就好啊，就跟我一起吃。不是，他们脱离这个主体性，因进入客体性的思维，哦，因家己去找才会人客来食饭哦，哦，所以才会讲会当趁钱啊，哦，圣经嘛甲咱讲哦，魔鬼也很聪明哦，魔鬼嘛四处咧看哦，哦，咧找，哦，这个人我会当食哩。哦，迄、那个人我袂当食，啊，这个人我会使，伊嘛是咧看，所以吼、哦，魔鬼也有学过行销学，吼、哦，也向主动出击来去掠人，来做一些消费者，吼、哦，所以讲，咱教会是不是当脱离安尼个想法，从主体性变成客体性来思维，吼、哦，咱也知影讲1995年呐、啊，咱的国家都推行社区发展跟那个社区总体营造，对不对？有这个方案嘛？啊、哦，应用的方法跟策略哈，会当真侪咱教会的迄个探讨啦。哦，因为伊嘛是徛伫这个世界，伊嘛徛伫这个社区内底啊，伊的资源要对得来，伊的人脉要对得来，伊的关系要对得来。伊嘛要对社区来去经营啊，所以社区的发展，就是真做一个社会发展的样貌啊。社区的发展，所以讲，咱教会是不是嘛徛伫社区内底？啊，是咱是，咱拢是独自生活，啊是天空在生活，那么是同款啊。我们也是活在社区当中嘛，咱甲咱的厝边隔壁有互动，咱甲咱的环境有互动，咱甲遮的人民有互动嘛。好、哦，那就有跟参选那个感情，好、哦，所以只是讲咱政府咧推动的社区的发展，甲社区的营造，
甲咱的精神无同款，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予咱来做耶稣爱咱去做的代志，吼、哦。所以伫这个社区宣告这么多元化的今仔的世代，咱教会的目标嘛是有一个目标，叫做啥？定根本土啊，认同人民，营造生命共同体，对不对？哦，这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哦，这个还付出实际行动的代价。你哪要干？你有这个信用，他不是讲啊，我今天你来就是来去做礼拜就好啊，啊，回去哦，啊，就安尼都干啦，原来过咱过去的钱，不是，咱军队啊，所爱付出代价哦，还要有实践力啊，哦，就是我们丢了教会同款啊。要因为这个时代环境的改变的时阵，伊嘛用无同款的策略，嘛用无同款的方法，吼、哦。比如讲，伊发表四遍的声言啊，声明，吼、哦，有四届伊来发表这个声言，博士声言的时阵，伊嘛是因为时代无同款，吼、哦，所以因来产生伊这个行动，吼、哦。咱来看。扎底的宣告书的后，可能因来的时阵，有时阵会带来因家己的色彩，哦，这个难免啦，哦，因为因不是甲咱同款徛起伫这个所在，所以有时阵有因的色彩来，但是因基本因拢有认同台湾这个意识，哦，伊尊重咱台湾人的文化，伊嘛尊重咱台湾人的风俗，哦，比如讲。迄阵的时代，大家人拢在讲台语啊，因为迄阵的时阵，中国大陆的人来到台湾的人，讲国语的人无嘛，吼、哦，伊尊重人，伊嘛穿咱台湾人的衫啊，吼、哦，所以伊嘛不断，因为因在讲咱台湾人讲台语，咱毋是讲英语的民族啊，所以不断的翻译，啊、哦，不断的学习，啊、哦，来讲台湾话。吼、哦，用罗马语来翻译，真侪台语的圣经、台语的圣诗，甚至是这个语典啊，是讲字典啊，是字词，吼、哦，语典嘛，吼、哦。咱来看马太福音的宣告，伊嘛无甲咱教导讲，啊，恁拢爱来读圣经，读圣经以外，恁拢袂当读，无嘛。伊嘛教咱天文、地理、历史。文化、科学，甚至医学嘛，哦，所以讲伊嘛提倡，伊嘛咧教咱课全民教育跟补录学堂啊，哦，开课男女平等的教育，哦，所以讲马街伊嘛唔讲很专制，讲恁干来到读圣经了呀，无，哦，所以底下伊嘛设学校，哦，设医院、开医院，哈、哦，阿嘛这样设。广设那个慈善机构来照顾这个贫弱的孤苦的人，伊嘛伫加努力伫迄个山区，也是讲伫偏远的地区来开拓教会，所以嘛开，所以伊安尼渐渐咱也知影讲，咱台湾的现代化到咱这个近代化，拢是受到马街因入来这种的影响。因此，咱教会的发展需要参与在社会发展甲社区的发展的脉络中间呐，啊，爱伫迄个脉络的中间，甲咱人民同在，啊，一方面呢，咱互人知影讲，我们也是台湾的一份子，啊，我们也参与在这个社会的责任，善尽我们的社会责任。第二方面，嘛会当达到咱。社区的宣告的目的啦，哦，所以教会的发展甲社区的发展的结连吼，有伊必要性，嘛有伊的重要性啦，哦，因为社区毕竟是咱个人的合场，一个所在，吼，所以每一个社区来结连做伙的时阵，伊就真做一个健康的社会发展的样貌。所以耶稣嘛讲啊，耶稣走遍各乡各城，耶稣行遍各乡各镇的时阵，要做啥？宣传福音呐、啊，怜悯他们呐、啊，
医治病人。你表达出讲耶稣是安怎宣告？有尽心无？他是哦，走遍各乡各镇，所以讲有尽心尽性尽意无？好、哦，一起加着，而且你讲出啦，他马不停蹄的，好、哦。伊主动进入社区咧敲锤，即个失落的人、乱弱的人、患病的人、艰苦的人，互因有盼望，互因有鼓励，医治因的病痛，下面因的罪过，这是耶稣常常来做的代志哦。虽然这个人可能经过这个忧伤、病痛，还是患难，甚至可能经过死因。的路程，但是呢，犹原因为相信耶稣，可以当坚强的活落去。所以社会发展、教会发展，绝对爱连结做伙，从咱过去做主体教会做主体性的专用，才由社区诶来做主体性的思考。教会宣告发展嘛是爱用社区人的需要来思考。哦，亲像主耶稣嘛讲，安息日是为人来设立的。所以咱来讲，教会呢，是不是嘛是为着人来设立的？好、哦，那为人来设立的是为我吗？还是为你娘娘吗？教会是为着每一个人来设立的。好、哦，不一定是有钱的人、有势的人。好、哦，通常呢。较济是要关怀者、照顾者的孤儿寡妇，也是艰苦病痛，哦，也是摆脱咱的过去讲啊，摆脱的啦，哦，无好的人、遮的人，拢是耶稣要关怀的对象。但是唔是讲耶稣无爱有钱人去摆哦？有个人讲耶稣无疼有钱人，无耶稣疼每一个人，伊是咧想讲因为。好野的人，有一个人，因有真侪代志真颠簸，互因比较因无进入伫教会。但是咱即摆的现代社会，咱发现足侪有钱人，咱教会内底毋是有医生啊，有足侪高知识分子啊，是讲迄落所有的人拢会当来到主的面前，吼、哦。所以啊，所讲，遐个人啦，需要我的人。我就教恁同在，要教恁同在到几时呢？到永远。所以主要说要教咱同在到永远，哦。所以遐人若需要伊的人，恁就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咱教会的存在，咱不是对即马开始，咱对过来青年开始，就是咧照顾这份社区中的。这艰苦病痛善凶的人，哦，迄不是咱开始哦，迄圣经古约就甲咱讲啊，哦，古约就甲咱讲，你若牛仔若受伤的时阵，唔通甲伊收挂了了，出来咧，夹起的呢，你唔能够甲捡倒转来，你遐是真做善凶人的食物，这是圣经对古早古那千年就甲咱讲来的代志哦。所以有时阵，我若咧教主里那个学生来讲，我讲有时阵哦，你来伫路边看到五块十块哦，你茫敢捡起来哈，遐爱老虎，遐拾荒的老人来捡哈，我就跟那小朋友开玩笑讲，你唔茫安尼捡哦，咱有诶，咱着老虎迄无诶，安尼。所以有一个高音啊，伊吼是出生就是一个，因爸爸是退役的军人啊。哦可能以前咱来讲的就是老兵啦、啊，啊、哦，老兵吼、哦，阿姨哦，但是退伍了后，伊就靠着拾荒为生的是讲捡资源回收来为生存嘛，哦，阿姨的妈妈呢是一个小儿麻痹的妈妈，哦，阿姨的因为媒妁之言嘛，就改嫁给这个老兵，啊，两个人呢相差26岁。所以时常两个阿公呢，就拢搭来搭去。啊，这个爸爸呢，拢会惊伊讲吼，哇，我这个某唔知当时第时会离开我，常常拢会怀疑伊的太太，安尼。但是因为这个囡仔，查某囡仔，
因爸爸是做资源回收为生，所以呢，伊伫学校的时阵，拢互拢受着同学的气，气球的对吧？拢家球。啊，伊个伊个因为安尼，真侪语言障碍，伊讲话嘛讲袂啥出来，吼、哦。啊，课业呢也无真好，反正倒来，因个姐姐甲因个弟弟诶成绩足好诶，所以当家己因妈妈来家听。哦、所以渐渐渐渐，这个囡仔呢就成做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啊，成做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但是呢，因爸爸有缘家听。因爸爸呢，老好的物件就家藏起来，就留给伊。啊，无就讲哪咧食饭的时阵，今仔日哪有较好的菜，就夹给伊食。所以因为爸爸的疼，给伊继续会当还会当活伫这个世间。但是伊有一个毛病，就是当伊爸爸过身了后吼，伊就不断不断的换男朋友，一直咧换，甲像咱今仔现今同款，即、這个富人人同款，伊有七个先生哦，七个男朋友哦，所以一直咧换。为什么伊会一直咧换？因为伊感觉这个男朋友就是一个海中的一个木头，当伊来浪到的时阵，他就有活下去的力量。所以呢，等伊来，等这个男朋友来照起的时阵呢，伊就感觉伊这个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有一天呢，伊这个，伊就是因为啊，这个男朋友是代表的，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哈、哦，伊的爸爸后来过身了后，就无搁家己关怀啊，伊妈妈就家己放下了，因为伊都是无路用的囡仔，所以妈妈就无爱插伊，所以这个囡仔。从小这个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伊就安尼来长大，所以等于这边最后边的时阵，伊的男朋友佮离开伊的时阵，他就是万念俱灰，伊就想要去自杀。有一天呢，伊就看到一个广告，那个心理医师的广告，啊就讲好吧，我就提起勇气去跟他谈一谈好了。但是呢，这个是因为伊。去拄到这个心理医生，啊，让伊有这个，让伊有一个翻转的机会，让伊这个伊的头脑有这个翻转的机会，让伊得解决。但是另外一个姊妹呢，伊嘛是伫单亲家庭，伊是伫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所以有一个愿望，就是讲，我若长大了后，我若结婚了后，我希望我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一个好的家庭，有一个健全的家庭。所以呢，伊吼、哦、一天要照顾伊这个家庭，伊一天爱去做三种工作，早中晚拢爱工种工作，哦，为着啥要煮？哦，伊先去当去创业基金啊，所以就拍，但是无义工，因的先生后来嘛是因为安尼，所以离开伊，加做单亲的家庭，哦，所以咧讲起一段故事的时阵。因为有一个阿嬷，细汉的时阵有家己带去教会，所以伊有记得讲，去教会会当得到照顾，去教会会当得到关怀，所以伫教会内底就得到吃的物件，互伊搁一摆徛起来。当伊先生离开伊的时阵，伊毋知要怎行，伊就走路安怎乱说乱乱说的时阵。因阿嬷就不断地敲电话跟讲，叫伊回来，讲囡仔，你紧回来。但是讲讲所有人拢无爱你的时阵，阿嬷嘛要疼你，所以嘛，互咱知影讲耶稣同款，伊话甲咱讲，周围人纵使所有的人都离弃你，我耶稣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哦，你免失志，你免忧伤，咱教会同款。咱嘛是爱有安尼的，咱爱信心，因为咱教会真侪真侪的兄弟姊妹，因的生命的故事，拢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的时阵，互因会当勇敢搁活落去，吼、哦。所以咱教会就是爱去找到社区中间咱需要咱来服务的人，咱需要。咱来关怀的人，也需要咱去甲鼓励的人，互因有这个勇气，搁继续落来。今仔日这个主题就是耶稣特别
去找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妇人嘛，伊嘛有这种的情况，嘛有这种的困难，所以耶稣主动出击啊，去找伊。伊唔是讲来啊，我伫遮，我是遮一个医生。那我唔是讲张医师啊，你讲我，我伫遮，啊，恁拢来找我就好，吼、哦。唔是，耶稣是放下自我主体性。他走到对方的心里面去关心他，哦，啊，希望咱会当带予咱教会将时刻三个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听听，你有我来分享，祝你的听，让我知影，阮教会的使命，阮教会的目标，以及阮教会要做的代志。祝你啊，教阮弟弟，互阮这兄弟姊妹会当勇壮、坚强，甲主来同工，来行主你所欢喜的路，会当伫这个社区，会当成做社区的帮助。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唔需要。多谢自然多的信息的老板哈、啊，啊，这是咱来吟圣诗俄罗上帝，来吟诗552首，大家勇敢担一脚步，请咱起立。Oh
这一点来奉献，这安是。要来讲道，伊讲道题目是相关的书教罗，请咱当心来念书。以及把所有的咱大道的示范者以及家属，以及咱所有听受这块土地的兄弟姊妹，愿恁平安。我伫台中中会啊，无会啊，即卖人唔久啊，伫即个之前啊，我是伫高雄桥头教会来无会，啊有一边啊有一位兄弟，伊就摕圣经这段的经文啊来甲我讲，我无输。咱基督徒吼，爱学习主耶稣的方式啊，莫插政治安尼。基督徒到底通插政治无？
人参与伫政治内底无？啊，伊摕这段的经文来讲吼，来讲，啊，咱来看这段的经文哦，啊，伊伫十一章这段的经文哦，吼，十一章这段的经文，伊讲约翰伫听伊家里听见基督所行的事，就找学生去问伊，阮所欲啊，所欲来的是你吗？还是阮着误慢别人？啊，意思是讲，我即马人伫家里。这个约翰是亚瑟约翰，啊，嘛会使讲是主耶稣基督伊的老师啊，啊，所以吼、哦、叫伊的啊，边边只的班会人来问耶稣，讲要来救老师，你有要救阿无？啊，伊当时到这个分方的时候，啊，伊要做生日啊，我啊大生日，啊，所以吼、哦、家里的一四个人啊，拢要去甲祝寿。啊，所以吼、哦，人唔嘛讲吼，哎、欸，啊，你要大生意吼，是不是来制造一挂呢议题吼？啊，看讲啦，会当得效哦。啊，因为听说了哈，伊是先知，讲话诚实，迄个王嘛真爱听伊讲道理。啊，所以吼、哦，到底是要甲放，还、啊、是唔甲放？大家唔忙，有这个机会，哦，啊，在伊生意的时，唔忙会当放啦吼。啊，然后还过另外一个行动。就是讲，如果吼、哦、大象也无成，检测吼会当军事行动啦吼、哦，军事行动，怕迄当时大家咧闹热吼，可能啊感觉过世会较轻松吼，啊会当啊啦，啊赶紧的吼、哦，啊人就入去，啊家己抢救，唔忙，耶稣会当参与这款的行动吼、哦，啊主耶稣甲伊讲吼，讲你去甲听说咧反讲啦吼，啊你来。将你所听见、所看见的吼，甲伊讲，讲痴迷的看见，歹脚的行，歹脚的清净，臭屁的听见，死的人多啊，送工人得到听福音。哦啊，意思甲讲啦，耶稣吼，伊甲伊的学生，拢总是咧做这个工作，啊，拢总是咧做这个工作，啊，这个救世的工作吼，救世的工作，啊，总是吼。过来啊！我亲像我的救约翰，那救约翰是受关家的出家路啦。我亲像干啦，当面甲亚瑟约翰的学生拒绝，了后亚瑟约翰先就转去啊，转去报告亚瑟约翰，主要说甲伊学生抓咧，移回迄个所在。啊，总是吼、哦，这段的经文哦，不是主要说甲你讲的啦，啊，伊是引用以赛亚。六十一章第一章的话啦吼，啊后壁有两句，啊头前是遮啦吼，就是啊啊，讲摆脚的会当看会当行吼，痴迷的要看见，啊拢后来伫要完成啦，后来伫要完成，主要说是遮改变做啥物，变做已经我拢已经做了啦吼，已经做了，啊后壁六十一章的第一章后壁两句吼，受了的，啊啦得着头发。受力会当得到头发，受乖卡的咧会当出家，会当出家。啊，主要说吼，伊只无讲出来吼，无讲出来。啊，所以讨论的问题挣扎的时候，主要说到底，伊有要惊伊赛啊后壁这两句哦，头前遐拢惊了后呢，我头前拢有惊啦吼，头前拢遵照伊赛啊所讲的，这个米赛亚要来。伊所要行的工作是啥物？才会拢照安尼行。啊，后壁这两句有要行无？受力的有要去甲伊救转来无？有要甲偷放无？哦啊，好参详，无要安尼做吼、哦。如果主耶稣若拄在讲无要做，啊安尼大概咱就真有理由吼，讲基督徒咱袂使做遮个工作，咱干那待伫礼拜堂内底做咱啊。领袖发言，奠定这感动。啊，以外的事咱就免做。总是吼、哦，我提十四张纸号码，提一张码，提十四张纸号码。啊，十四张吼，啊，第一站甲第二站吼、哦，这是咧讲主耶稣。迄个王咧讲主耶稣，听到主耶稣这个名声，讲哦，这孙啊，耶稣就是我台死的。啊！迄、那个亚瑟约翰不活起来，死不活了，表示讲啦，亚瑟约翰这个团体
说等等，有人在干地上，开始一个啦，讲多话一个，后来都开始一个面，伊会讲多话一个吼，就是讲这变做一种个信念，啊，伊个基因吼，啊，就是亚细的话，伊拢会讲，去话会歹话吼，是歹话，伊某某所在，嘛，伊会当开钱，会当知识来听啊，知识人。啊，即个百姓，啊，总是一路路有做无好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啊，所以吼，伊遐丢毒的是，伊的生子，伊的查某囝跳过吼，伊就讲来，我跳真好，你爱啥？伊转去问伊妈妈讲，安尼你爱做啥物啊？伊妈妈甲讲吼，你去甲你爸爸讲吼，讲讨约翰的头壳啦吼，啊，所以吼，伊就是将约翰的头壳夺起来。然后啦，然后提予伊个查某囝，提予查某囝。啊，如果啦看到遮，圣经后壁即句咱也无甲看，啊，大概嘛会使讲吼，啊，就是照安尼啦吼，咱基督徒爱学习耶稣的款式，就是你有通来参与伫任何个政治个活动，人互政府了看啊，你嘛毋通去甲伊要求帮助啦吼，啊，总是吼。咱若看后壁上后壁一句，讲伊的学生来收伊的信息去埋葬，就去甲耶稣讲，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参与一届的行动，去甲耶稣讲，讲咱的老师已经向反思了，这次的行动已经失败了，这次的行动已经失败。啊，这段的经文。你甲咱讲，如果咱呐无行动，啊安尼咱就会安那，就是准备吼，逐摆，拢都爱甲惊死了哈那呐，收尸啦吼，伊家家的人，咱手一个甲伊收倒，啊咱台中中会啊教小波行动公益教会，咱就遵照主耶稣的款式。咱不是讲干那要做呀呢，咱有参与伫济济啊救援的工作啦吼。啊，伊去年啊，我嘛有得到邀请啊，到伫咱的家啊，伫遐甲咱前总统陈水扁啊总统呢，伫遐礼拜啦吼，礼拜啊，伫遐我有讲比一个故事，用比一个故事来甲伊面对头前的路边啊行啦吼。啊，伊吼听了吼。真注意吼、哦，真注意迄个彼得啦。伊讲啊，彼得吼，伊敢若有识识，吼、哦、啊，伊就是捌落天灾吼、哦，对加勒甲伊救出来。啊，咱就知影讲吼，伫加勒人，伊若袂当出加勒，迄种艰苦的心志啦吼，捌做过甲总统，总是伊愿吼关于加勒迄款的心境啦吼，迄款的苦境。如果咱若无行动，那无遵照主耶稣基督这款的款式来做，啊，安尼人永远哦，永远的代志，咱家当人啊啦，来共修息啦，㖏，会当来共修息。台湾基督教教会，咱有咧努力，咱一宣言，我们要台湾啊啦，真做新一独立的国家嘛，真做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伊就未发生头前遮个代志。亚细了汗，哎呦，芬芳的王，甲掠去，讲甲你掠就甲你掠，甲你关就甲你关。理由足简单吼，理由就吹到乌啦吼，啊就甲你关，甲你抬就甲你抬。抬理由是为着伊的查某囝跳舞跳了好，要大家人欢喜，就会当甲伊抬啦吼。咱来看见吼，失败的完整。类似这款，检查咱嘛当看见，因会疼台湾的心，亲像加西了番疼台湾的心，疼因的国家的心嘛。因为着未来来拍拼，咱在座每一位姊妹，咱为着台湾，咱来拍拼啊！特别会当予咱台湾成做一个新时独立的国家，我这款的完成。不过在其他的土地发生，无其他的种种，
伊来操控咱这块土地，咱家己的人会当真侪主人来开设咱新的未来，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比疼人的天父，我感谢你的恩典，在苦难的当中，你教阮三个一对。一早同时，亚瑟的约翰拄到苦难的时，你甲伊三个一对。当主耶稣为着阮人类来牺牲的时，你甲伊三个一对。当阮台湾二八事件，济济受难者拄到苦难的时，你嘛要教阮三个一对。叫阮看见，阮爱努力打拼，阮爱付出行动。那无阮的苦难苦情，伊会继续。如果阮学习主耶稣的关系，一个一个信念，不断来努力向前。虽然前的人拄着死人，总是阮亲像因。四十多话，我们为着台湾这块土地，这爱人民来努力打拼，恳求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施恩赐福，艰苦的你保守安宁，予阮软弱的家庭开来向前迈进，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非常感谢。台中教会议长林敬顺牧师用上帝话跟咱做勉励。上节，咱的圣诗525首，阮为万民求主照顾来回应上帝，请起立。特别带咱来祈祷，特别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以及家属来祈祷。做下来祈祷，创造万民的主宰，你原本用你家己形象创造人类，是为着代替你来管理这个世间。我要伫遮恳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无照你的旨意来行。主比疼痛的主耶稣基督，你着要来伸传救赎的计划，亲身来到这个球帽败坏这个世间，委屈家己真侪人的款式。我要伫遮感谢你的怜悯，有所不在的信心，有苦难、有悲伤、有懊恼的事，你带来完全这个安慰。在60年前，因为人的需要，为了满足因的需要。你的志愿
伫搭落即个所在发生，互我都袂记得伊哩把事件。有济济台湾人失去伊个性命，造成济济家庭对遐失去温暖，失去完整个家庭个生活。我虽然用真济个方法买来敲出真相，但是我无倒来弥补过去二十八年即款个伤害。我伫遮恳求你个听，真实个阿维英，伊个遗作，只有你会通阿维英，互伊得到大大个平安恩望。我住伫这个所在，若是要来追溯过去所发生种种的伤害，叫你让我用基督的心最深，甲因杀同款的心，下了因。当时因伫啊面对惊吓、无奈、失落的心情，虽然我会通原谅因，但是我无会给你过。看这个二八事件所带来真大伤害，受着伫台湾这个都市，我阁发生这款历史的这款的事件，我伫遮，当时为着二八事件所牺牲的这个前辈，伊的遗作，伫遮祈祷，求上帝替上帝用你完全的慈爱怜悯，阿为因继续阿为遗作的心灵，因为伊是我的兄弟姊妹。阿弥陀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弥。现在，那么请蔡明县长了啊，来特别介绍。这个贵宾甲这个社团的代表，以及用二八受难者甲家属来代表献花，咱将这时间来交伊。受交代吼，来这个所在来介绍咱今日的贵宾，社团的代表，更较重要。就是一般受难者的在你头前者的家属我接受我要给你献花我即卖呢先来介绍这个贵宾这是民意代表吼介绍这恁较家吼出来我来准备就是一人摕一束花吼把这一般受难者的家属有拢到十几岁、八十几、七十几岁啊吼恁。来头前给人献花，安尼好无吼？你若有困难的人吼，才让我知影吼。咱吼，要小腾腾辛苦，咱台中市上最优秀的立法委员吴国师吼，今仔今来献花哦，请坐吼。嘛辛苦的市员江昭国。咱北区的市员赖嘉伟，来莫走哦，恁拢要来献花啊！咱台中市上资深的市员哈，我来议长做地下议长哦，何炳贤来无？我拄好看伫遮，好啊！伊即摆来无伫遮，加个报一个哈。过来咱台中区选出来张雅文市员。张亚明哈，拍摄过来哈，咱代表咱市政府哈，林家良市长的民政局的副局长哈，唐义昌哈，副局长你莫走啊，你讲献花啊，代表林家良甲这家属献花哈。过来哈，咱北区接主持的李长哈，尤金良。民进党台中市党部的执行长哈，陈明宏，你莫走哦哈，副执行长，诸位老朋友在下不？无哈，好来，咱台联哈，台联党台中市议员哈，高基站高基站市议员在下不？好，你莫爱讲献花啊哈。咱依改联名台中市理事长哈，张启忠医师，
台北中医处哈，伊要主持咱第二波的民主论坛哈，啊，要请郑雅文牧师哈，啊，较近我所知啊，咱有一个神秘的贵宾来到位哈。阿米巴社社长林恒利医师，林恒利医师，我要请你加啊，加个献花啊哈。嘉耀民意代表啊，是社团的贵宾哦。志文兄，你做下花嘉耀哦，那无哈就拍摄。好来，快紧来！今麦吼，我要来介绍68年前，伫咱台湾发现疑犯的一不幸的事件，咱足艰苦心的。我今日要一日来介绍疑犯的参谋者，有过往的要得的，拢80岁、90岁啊，还是因的家属。因的家属，那囝、早囝、后生拢差不多，嘛60、70岁啊，50、60岁啊。啊，那第三代吼，啊，拢差不多20、30岁啊。哦，啊，那孙啊吼，跟那孙拢是拢20、20岁啊，还是更加细汉。先来介绍哈，咱台中市甲彰化市、彰化县哈，疑犯受难者关怀协会理事长，哈啊，台中市咱疑犯关怀协会受难者家属关怀协会理事长柯阿宽律师，柯阿宽律师哈，柯阿宽律师哈，我甲大家讲哈，伊爸爸过身，伊也伫巴肚底啦，伊也伫妈妈巴肚底。所以我看你爸爸，但是今日伊拢，每一年伊拢抱一个祈祷的心拢来参加哈。啊，彰化县疑犯受难者家属联谊会理事长哈，啊，由泽民学弟上，我们学弟上啊，你这啊，你这算是家属啦哈，好，谢谢哈。好啦，咱今嘛哈，我就想。我本来我就对90岁介绍90岁以上的啦，啊，咱家今日上聚会，我多安尼哈，伫下骹哩走哈，上聚会，可能就是咱华联一个受难的医师张七龙医师的新妇哈，啊，即马已经96岁啊，伊是张可伟律师，我不送你安尼来当徛起，啊，无得你介绍徛起来好不好？啊。张可伟哈，啊，伊的公公、伊的阿伯、伊阿叔哈，啊，拢受台死，啊，伊的翁婿哈，啊，老来啊，他的两年前哈，不用去，啊，即马已经96岁啊哈。过来，二班哈，有参加有到的哈，啊，有完要话的哈，啊，林在修学弟上，93岁啊。伊是参加27部队内底吼，来参加台中吼，台中做迄个时阵吼，啊，伫迄个初甲参加的一个勇将吼。过来吼，啊，叶文山，我先生，叶文炳吼，叶文炳93岁，93岁，伫彰化来吼，93岁。啊，伊即嘛是受难者的参与者，即嘛啦90岁以上的吼，拢是迄种是有参加的吼。过来吼，李进伟学长，即嘛93岁啊，即种参与者啊，拢要得的啦吼。咱真正也无简单，爬无山加加扶一下，好不好？李进伟哈，李进伟学长93岁哈。过来哈。